娘怎么还不过来呀？哦，喂喂喂，你们这个小兔崽子，哎，一个都不许动啊！娘都还没想做呢，你动什么？没礼貌。爹，来了来了，哎，大哥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贺哥来了，来来，我接着来，来，继续。哎呀，我娘要两根胡萝卜，我够，我还吃。大哥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。 吃年夜饭，哎，我要，这豆腐真好吃，我要，宝贝儿，我要，我吃。秀儿，你呢？忙了一天了啊，辛苦一年了，来，我敬你。 红包啦！排队，都给我排好。我是第一个。哎呦，爹，您坐这儿啊。爹，这是给您准备好的红包，待会儿发给孩子们。 谢谢你啊！哎，爹，不是给孩子吗？哎，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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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红包拿来。就你会说话啊！来，你的。谢谢爹。啊，好，谢谢爹，谢谢爹，谢谢娘。祝爹和娘万事如意。好。真会说啊，说的真好啊！这是你的。谢谢爹。规矩，我不想领红包了。天柱，哎，是我，没事没事。天柱啊，嘿嘿，这过年呐都得要有压岁钱，更何况他们拿了你不拿，那多吃亏呀！啊，哎，来拿着，拿了压岁钱，明年呐才能够平平安安长大，知道吗？啊。大龙，拿着压岁钱，记得放在枕头底下，保你平平安安啊！谢谢德叔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大龙、天柱、虎子，还有妞、宝妹都去，一起去。哎，也作伴念书才好玩嘛！啊，等豆豆长大了也一块去啊。嗯。可是咱们家的情况，只够供一个孩子读书。虎子是你们张家唯一的男孩，所以我想……所以什么呀，秀娥？我说过多少回了，只要在这个屋子里的，不管是不是姓张的，不管是不是我亲生的，通通都一样，都是我的心肝宝贝儿。总得面对现实吧，秀娥啊，钱的事儿呢，我们就甭管了。哎呀，我琢磨着，过完年我和老赵做点小生意，多挣点钱贴补家用。你放心好了，有我阿德在，这家里的老老小小不会受苦的啊。哎呀，你看天柱啊，多聪明的孩子啊，肯定是块读书的料。得不准哪天呢，读上个状元郎。哎呀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我就做个匾额，上面写着“状元郎他爹张宝德”，我挂在村口，多威风啊！哎呀，什么时候能听到天柱叫我声爹，那该多好啊！秀娥，我是随便说说的啊。哎呀，我知道。这事急不来啊，等哪天天柱觉得我够资格当爹了，他自然会叫出来的啊。哥哥，外头风大，带着披着啊。哎，好。哎，秀娥，你回去多睡一会儿啊，外面凉，快。没关系，我送你到门口嘛，没事了。赶紧回去多歇一会儿啊！啊，你们俩磨磨蹭蹭的，要到什么时候呀？哎呀，爹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嗯，你问我干嘛？我还想问你，干嘛呢？我开工去啊。我也是啊，哼，屠宰场大伙正等着我去开工呢。爹爹，您别闹了，行不行啊？对呀，外头那么冷，回屋里去再睡一会儿嘛。那哪成啊？阿德，啊，你这个混小子，昨晚干嘛去了？我没干啥呀。还想骗我？啥都没干，会睡到这个时候还爬不起床来？是不是想让我动用家法，你才说实话呀？哎，那好，爹，好。我不就是帮着媳妇洗脚吗？洗脚？洗脚会洗一个晚上吗？就是牛蹄子也给洗烂了吗？干我们这行的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天不亮就要早起的吗？你是不是存心要砸我张一刀这块祖传招牌啊？没有啊，爹，我就顺你爹的意思吧，要不然爹跟你没完没了。不是嘛，这爹，爹啊，德哥他也准备好了，你们一起去上工吧。那还不快走？是不是不想跟我学这门绝活了？爹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陪你一块去啊。嗯，瞧你这副好吃懒做的德行，一点不像你爹我妈。爹，走了，别骂了，来不及了啊！你要不打我？不成才的东西，像你这样当学徒，得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当师傅啊？你叫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爷爷嘛？好了，爹，我是不孝子。哎，爹，屠宰场到了。嗯，屠宰场啊，这天都没亮，你拉我到这里干什么吗？这不是您叫我陪你来屠宰场的吗？什么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叫我来杀生？是啊，这是屠宰场呀。
我的苹果啊，我的苹果真苦啊！哎哎，爹爹爹爹爹爹，哎，你怎么了，爹？爹你怎么了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早就疯到了，你还硬逼着我去杀他去了？我怎么白养你这个木小子吧？木小子！哎呀，爹爹，您让我怎么着您才行啊？我想回家睡觉。大伙等着我开工呢。哎呀，你真是个木小子啊！天哪！你叫我怎么养出这么个木小子啊？我的命啊，真苦啊！行行行，爹爹爹爹爹，行了行了，爹行了，爹行了。我陪你回家不就好了吗？啊，回家去啊！回家啊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了。这都是什么呀？这，这。德哥。怎么了？好像没精神呢、啊。哎，你懂个屁呀、啊！昨日昨个夜里，德哥忙着伺候嫂子，没睡好，怎么这样，手脚发麻，腿脚无力的。闭上你的乌鸦嘴啊！我啊，是被我们家老爷子折腾的。哎，德哥，德哥，啊。迎春院最近来了批新姑娘，水灵的不得了。兄弟几个凑几个钱，今晚请德哥你去，乐呵乐呵去。别算上我啊，我还得留钱给我娘治病呢。看到没有啊？啊，连老赵都懂事了，你们跟着学着点啊。哎，我说你啊，别光长胡子不长脑袋，晚上哪都不准去，不准喝花酒，把钱留着。德哥，你是不想去呢，还是不敢去啊？哎，是不是嫂子？啊，你管得太紧了呀！我像怕老婆的人吗？我们家媳妇说了，要喝酒上我们家去，我请，钱都留着。既然德哥这么说嘛，我们就把酒钱当压岁钱喽，给孩子们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今晚全上德哥家去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好，对了啊，那我就算了啊，我还有事儿。你能有什么屁事儿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准学习，你是那群孩子干爹，那群小萝卜头不给你拜年啊，那像话吗？可是我没钱给孩子们发红包啊。那就欠着呗，等你发了财再去补上啊。那好，德哥，今天晚上我家还有半瓶老陈酒，我带了。哎，我那还有一斤羊肉，给你带过来。好，我家两只老母鸡，我也给你带过来了。行行行，你们哪什么都别带，就带上一张嘴吃就行了。哎，各位兄弟啊，我今天请喝春酒，哪位要是没喝醉，就不给我阿德面子啊！来，上面上面上，有啊，各位，吃啊吃啊，都吃点啊，吃。哎。大家伙喝春酒这么热闹呢，怎么没找我呢？又没请你，你瞎凑什么热闹啊？哎呀，你别这样，陈堂，你坐，我帮你添一副碗筷啊。哎，这板鸭呀，我亲手给德哥做的，弄给大家吃吧。哎呀，太谢谢你了，来，你坐，我去厨房再加点菜啊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谢谢。哎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咱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，来。喝一杯哦，腾个响。
见你来啊，哎，我这心里头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啊。高兴高兴，这杯应该是我敬你的嘛，是吧？这个嗯给你吃啊。哦，虎哥他是谁呀？爷爷，他是杂货店的春桃啊。春桃，我不认识他，他是不是来咱们家偷压岁钱的？爷爷，没人偷你压岁钱，你就乖乖吃饭啊，没人偷啊。不行，我不放心的，我得回屋看看，看压岁钱是不是被偷了。哎你。压岁钱是吧？哎，有有有，行，一个不少，一个不少啊！来红包都收了，还不给各位干爹拜年呢？各位干爹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好，乖乖。各位干爹，新年快乐！乖。各位干爹，万事如意！好，乖。哥。天柱啊，怎么不给大伙拜年呢？啊？天柱，红包都收了，还不快拜年？红包还给你。哎，这臭小子啊，怎么给你红包你还还给我？看不起我啊？哎，天柱，天柱，哎，别这样啊，天柱。哎，过年的嘛啊，算给我个面子，叫他们一声干爹，给他们拜个年，哎，大家开心点啊。我不要。哎。我说你这孩子是怎么了啊？我们呢和你爹那是生死之交，那是铁兄弟啊！哎，让你喊我们一声干爹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是啊，你爹都让你喊我们几个干爹了，怎么你还不愿意了？哎，天柱，算我拜托你，啊，叫人。我不叫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我干爹，你也不是我爹。天柱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伤你爹的心呢？你知不知道你爹老在我们几个面前夸你多乖多懂事，让你喊他一声爹有这么难吗？怎么，现在是有人拿着德哥的好心当驴肝了是吧？替人养儿子那么久，连姓都不跟你改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儿子爱姓什么就姓什么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德哥，我就是为你打抱不平啊！你把人家当儿子，我怎么没听他喊你一声爹啊？你，天柱。做人要有良心啊，你不认我们几个干爹就算了，但是你不能不认这个爹啊。他明明就不是我爹，我爹早已经死了。哎，天柱，我爹对你都比我对我好，你为什么不肯叫他爹？他不是我爹，我爹早就死了。天柱，娘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我爹真的已经死了呀。你给我闭嘴，去跟你爹道歉去。为什么连你也逼我？秀儿，
柱哥哥，你等一下呀，我们跟不上。对，天柱哥哥背我走不动了。叫你们两个别跟着我，听见没有啊？可是你没告诉我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要找机会养活我自己，养活你和娘。好呀好呀，我也要跟天柱哥哥去赚钱，我回去叫虎子哥哥也跟我们一起赚钱。哎，宝妹，你别再去找虎子哥哥了，我已经和他绝交了。来来来，看看看啊，小弟今日出入怪宝地，向大家介绍狗皮膏药啊。来来来，快来看了啊，有人先来试试，送猪油糖一份啊。你看那有酸糖片，我们也去。哎，宝妹，撞脚底流脓还是得了什么疑难杂症，只要服了我的药膏，保证你药到病除。大家要是还不相信的话，有请我们的老爷子给大家做个健身。老爷子出场。来来来，大家都看到了没有啊？我膏药都贴了，糖吗？糖有的是。这样，先给大伙走两圈，让大伙瞧瞧啊。走，来，大伙都看到了没有？他上台之前走不动，站不直，现在你看多有精神，多帅气啊！好，糖呢？来，有糖吃了啊！来，有糖吃了啊！哎，吃糖，好，大家都看到了啊，有糖吃了啊！爷爷，我要吃糖，我也要吃。好，宝妹乖啊，爷爷分你一块糖。谢谢，爷爷，我的糖呢？你是谁呀？我不认识你的，干嘛分糖给你吃呢？宝妹，咱们走。算了，别再求他们了。可是哥，我真的好想吃糖。哥再想办法吧。机会不多了，还有谁想试试啊？快点上来了。大夫，快来看看我儿子怎么了！大夫，我儿子发高烧，求您救救他了啊！不管花多少钱都行，我求您了，大夫啊！先把他放在榻上，我慢慢的仔细瞧。大夫，来，你看一下啊！大夫，我儿子到底得了什么怪病啊？这不是病，是中毒啊！中毒！我那天听妞说，天柱他为了换糖吃，踢了那个江湖郎中的狗皮膏药，那会不会是？有可能，江湖郎中的偏方怎么能够随便乱贴呢？可是我听宝妹说啊，这爹全身贴的也都是啊，可我爹怎么就没事呢？小孩子怎么能跟老人比呢？小孩的皮肤嫩，他更容易中毒啊！那怎么办呢？你快想办法救救我儿子啊！大夫，你别摇头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无论如何得治好我儿子，不管花多少钱都行。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！解这种毒，只有一种叫七叶丹的草药，连根把它拔出来，把它们研成粉末。再配上一种叫观音串的中药，再加上几味草药，最后把它熬成膏药贴上，那才能行呢。那您就快一点啊！您该不告诉我，这么大间药铺没有七叶丹吧？你算说对了，我这个药铺里就是缺七叶丹。什么？那要到哪儿才能买得到七叶丹呢？七叶丹呐、啊，哎，七叶丹是专门长在夏天的。你想想，现在刚刚立秋没几天，起码要半年以后才能买得到吧？那怎么办呢？等半年，我儿子早就没命了。不行，我就不相信这七叶丹非要夏天才找得到。秀安，你放心，我这就上山采药去啊。德哥，你知道七叶丹长什么样吗？你放心，我小时候长疮，我爹呢就是用七叶丹弄成汁把我给弄好的，所以我知道啊这七叶丹长什么样。你就安心等我回来啊。
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。不，德师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以前我在家乡见过人家采七叶丹的，我认得他的样子，我可以帮你找。好，那我们就分头找找啊，小心点啊。真的是七叶丹，终于给我找到了。这个小命可就保不住了，啊！这样吧，我再给他开几副中药，调养调养，过两天就没事了。谢谢啊，我跟你去抓药。啊，好的。天柱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希望跟你一样，有这么疼我的爹和娘。我一定要马上带你去看大夫，这两天你的脚啊越来越肿了。哎呦，没病没痛的，我撞了个牛似的，花什么钱看大夫？没事，花钱是小，我担心你的伤啊。哎呀，真的没事，这只是小伤。哎，来，你起来起来。你不信，我跳给你看。看啥？哎呀，我跳给你看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逞能了，别把孩子给吵醒。你看，你可以安心了吧？那我开工去了啊。哎。今天在家休息一天吧。不行，我答应几个餐馆的老板给他们送肉去，可以多赚不少钱呐！啊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再多睡一会儿，要不然那几个小老婆醒了，又要闹得不可开交了啊！你放心吧。来来来。
想得到。大龙，你是这个家年纪最大又最懂事的孩子，德叔病了，要麻烦你帮助德叔好好照顾这个家，你答应德叔好不好？德叔放心，大龙一定会的。谢谢你了，大龙。送你爹去看大夫。阿姨，我去借一辆推车送德叔找大夫。拜托你了啊，路上小心。好。爹，爹，你醒醒啊！爹，爹，爹，起来啊，爹！德叔，德叔，你不能死，救了我的命，我还没报答你呢，你不能死啊！哎，干嘛？小东跑！哎，别跑，小东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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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什么你？干嘛？我没有偷东西，我只是想借辆车。还狡辩，给我抓住！你给我起来！对不起，我跟你说对不起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。这孩子都承认错误了，算了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干啥了？少啰嗦！起来，跟我去巡捕房。不要带我。我不去巡捕房，德叔等着我回去救命啊！少啰嗦，走！算了算了，这孩子头都破了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说的容易，他偷我东西啊！德叔等着我送他看大夫，我不能被抓去坐牢，我求你饶了我！哎，看他样子不像是骗人的，我认识他，他就是那个阿德捡回来的孤儿。是啊，大叔，德叔病得很重，我要送他去看大夫。求你行行啊，借我把车吧，我求你了，大叔，我求你了。把车借给你啊？我拿什么把谷子隐藏啊？大叔，我求你借我车吧。算了，把车借给他。哎，借给他吧。车子借着。这样吧，这孩子可怜，你把车子借给他，我们大伙一起帮你收谷子。大叔，借给他吧。是啊。哎，你就借给他吧，哎，借给他吧，就借给他吧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快走吧。谢谢大叔了。德哥，你撑着点啊，大龙已经去想办法送你去看大夫了。爹，爹，你快醒醒！爹，你快要醒过来！爹，快醒！爹，爹，你快醒！爹，你们要不理虎子，虎子一天到晚都欺负天柱和妞，还动天动里零钱来买糖吃。爹，您快站起来，打虎子，骂虎子呀！爹，娘，爹为什么不理宝妹了？是不是不疼宝妹了？傻宝妹，爹怎么会不疼宝妹呢？虎子、天柱、妞、大龙还有豆豆，都是你爹的心肝宝贝啊。娘，爹他为什么起不来呢？爹会不会死？我会不会再当一个没有爹的孩子？你胡说！我爹他都不会死呢，他答应过我，教我做一个男子汉，他不会说话不算话的。娘，你叫爹起来好不好？宝妹要爹叫唱歌，你叫爹起来嘛。娘，你就快叫爹起来吧。爹，爹你快醒醒啊！爹，娘。
爹最听您的话了，您快叫他起来啊！爹，爹，你快醒醒啊！爹，我回来了，我借了辆推车，在外面。大龙，嗯，你头上的伤，没事没事，先送爹，我快送德叔去看大夫吧。好，虎子，去点灯。好，宝贝，你有女婿帮忙，快扶台。天柱，帮忙扶你爹。天柱，我叫你来扶你爹，你听见没有？他不是我爹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肯接受他就是你爹？我爹已经死了，我只有一个爹。就算你不是他生的，可是他为了救你的病才病成这样的。你现在扶他一把你都不肯，你的心是不是肉做的？别理他，来。一脚，你慢点啊，爹，压好了啊，压好，扶住。来来来，上去。娘，娘，我怕路上凉，把被子给爹盖上。娘，你真懂事。娘，为什么哥哥可以跟你去，我就不行？我不管，我也要送爹去看大夫。宝妹乖啊，豆豆还小，在家要人照顾。你现在是小姐姐了，你帮娘好好照顾弟弟好不好？可是娘不在，我害怕。宝妹不怕，晚上姐姐陪着你，不用怕。娘，我是姐姐了，我会照顾好弟弟妹妹的，娘放心。好，好好看家，也要照顾。